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呢，我们麻六记全北京的店从明天开始禁止堂食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外卖的一些菜品。这个我到店里来打包，今天晚上回家吃。金汤味笋衣、水煎包、泡椒牛蛙、麻酱油麦菜、这个萝卜干、泡椒小菌干、传统毛血旺。朋友们，这两天大家有口福了。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呢，我们麻六记全北京的店从明天开始禁止堂食。疫情早日得到控制，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用餐。然后我们陆续还有五家店会开业，都在北京。最快的是哪儿？那个石景山，然后呢银泰，然后西直门凯德莫，然后呢通州的地港，还有哪儿来着？还有一家我记得。华西，华西已经签约了。我们会一定把这个品牌经营好，然后呢，改变不了环境，咱们就改变自己，改变方法。谢谢大家，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